人对您的这个唱腔一直质疑，说您唱什么都是一个味儿。那您清唱几句，让我们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之下来听听看看您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唱腔，证明一下那帮网友说的是对的吗？而且唱不同类型的歌曲。哎呦，好听！ What？ 好香啊！哎呦喂，听见没有？连说梦话都这么说这么动听。哎呀，惊为天人呐！哇，此音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第一首啊，第二首叫哎呦喂，这咳嗽一声，哇，好听啊，我太棒了，这两首歌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竞争了歌坛啊，太棒了。还有第三首吗？第三首行啊，您随便，您的拿手曲，对，拿手曲。你看看大伙儿喝彩，你一个人没有笑，是我们装傻。还是你真的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？这个多好听啊！非常好啊！不管唱什么，好像都是这个嗓音哈。或者唱另外的呢？那我们唱一首欢快一点的。欢快的。果汁儿分你一半。大老师的呀，我实在是什么词儿都记不住。滚滚长江都是水，大河什么长江？滚滚长江没有那个月亮弯弯，绵绵绵绵缠缠。我只分你一半，爱上五分半。哎呦，我是不会唱硬唱，节目组不用这么安排啊。会唱不？我在以前上学的时候唱 KTV 一定唱一首歌，必唱。喜唱歌，喜刷刷啊！哎，那你唱个喜刷刷让我们听听，不可能唱喜刷刷还是那个调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喜刷刷，喜刷刷，那三个字儿，唱 rap。喜刷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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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刷刷。你看看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你看，你看看，好有爆发力哦！人家唱你的歌是不是一下子就不一样？对呀、啊。那当然，比我肯定强多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其实巨神跟大张伟啊，还有一些奇妙的缘分，他们两个的演唱会的导演啊。竟然都是同一个人，你看这个导演接活真的是没什么底线啊！小晶老师说你呢，我从小晶老师那儿听了他很多故事。哦，真的，你讲讲看吧。对，就是因为首先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特别适合他。凭什么？那你肯定听到的不是故事，是很多事故。事故。不是，因为你想被人黑，就相当于是被人吐槽嘛。但他就是一个特别擅长吐槽别人的人，用天津话说叫接下茬。接下茬、对，你是天津，我是天津人，天津人，大哥，我按天津话说，这叫挨千刀的呀，这应该是挨接下茬。然后跟我讲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是他的演唱会，是啊，他自己是一特别操心的人，那是。